看看有什么样的球种。最后这一球打击出去，在左半边非常的深远，拜了个拜，哇，差点打出新庄球场啊！终于对上富邦也开轰了，本赛季的第八轰出炉。所以这个时候帮助魏全龙在这场比赛先取得点，1-0。哇，这个球打得太远！哇，这一个打击其实真的是很多的内容哦，这个缠斗许久啊。啊，这样被他轰出去。对，在满球数的情况之下逮中。再来看一下，哦，是一个变化球。哇，这个被他捞到了，这个跑到红中去了。对，球当然是投得比较好了。不过实在是也打得太远，哇，差一点点就飞出新庄球场，应该是可以飞出去的。来看一下，哇，这球飞得有多远？哇，确实，这个真的是如果没有护网，这个应该是要打出去的。对，